这种布料本身是不可能有弹的，但是我们腰围跟整体的屁股的空间都有帮大家多做，所以你们不太用担心这个屁股上的问题。它是属于那种比较收腰 A 字摆的，然后它是比较中长型，所以你整个人看起来会诶高高挑挑的感觉。再来后面是开叉，所以在走路上非常好走路哦。给你近看面料，皱皱刷刷，有点像那种微防泼水的料子，就是完全没重量。这整件裙子穿在身上很像没穿的感觉。然后腰围的部分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整体的空间其实都还是有的。然后长度部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如果你个人小资点没有关系，它裙子你就是尽可能的往上拉，你看。我在往上拉，你是感觉我的腿好像腰从这里开始，然后一直往下延伸，腿会变超级超级无敌长。然后今年韩妞大流行，哎，绳子就是要绑不绑？然后我们绳子还有做一个包边。